道你好憎呢首歌，系咪？我入咗电视台之后，你就更加憎，系嘛？但唔知点解喎，我喺欧洲嘅时候，我成日记住嘅翻嚟就系呢一首歌。我意大利嘅时候咧，我住喺间 penthouse 度，好多时候一到晏昼会推张床埋喺窗口度，我喺嗰度晒太阳，我摊尸咁摊喺床度，咩都唔做。然之後我就會諗喎，香港依家到底係咩時間咧？電視台做咗咩節目咧？下晝兩點半應該開始做歡樂今宵，到四點啦就應該唱緊歡樂今宵再會。咁樣諗，我竟然嗰啲時間係真實啲嘅。阿希啊，你知唔知你走咗幾耐？你知唔知啊？五年。呢五年裏邊個世界有好多嘢唔同咗噶啦，香港變咗好多噶啦。而家歡樂今宵 out 咗噶啦，電視亦都 out 咗噶啦。而家一到夜晚，嗰啲後生仔女唔會留喺屋企睇電視。咁佢哋做咩？做咩？佢哋出街。一到夜晚出曬街，男男女女出曬街咯，搭睡巴啊，搭地鐵啊，搭 van 仔啊 ，van 仔。而家啲 van 仔有冷氣噶，你知唔知？啲交通四通八達，你想去邊度就去邊度，邊度多人就去邊度。嗰啲僆仔吹行個頭啊！啲僆妹化曬妝、搽曬口唇膏啊，著住運動套裝啊、牛仔褲啊、窄腳褲啊，去睇戲咯，去食飯咯，去飲嘢咯，去大專會堂啊、去紅館啊、去蘭桂坊、去尖東。尖東你知咩地方？你梗係唔知啦。尖東係一個填海區，成個區域都係填海填翻嚟嘅，喺尖沙咀嘅東邊，所以叫尖東。嗰度好多酒店，好多 Sky Lounge， 好多夜總會嘅。那些後生仔每逢禮拜六晚咧，就係、是、會去那度落啲飲嘢，然之後再去睇午夜場，冇一二點都唔翻屋企嘅。哇！咁啲生活咪好多姿多彩咯。表面上係啦，比起以前我哋最多都係禮拜六晚喺卜公碼頭度跳舞啫。尖東呢個地方聽落好似好玩好多，係咪噶？睇你點睇啦。好啦，葉立希，聽日先再講啦，我聽日晏晝會再嚟。我喺度咪阻住你啊？系，我約咗人要出去做啲嘢。咁夜都要？系啊，我哋呢一行有啲嘢要夜晚先做到嘅。哦，都叫做話去做下資料搜集啦。即係周圍收下料咁咯。咁你會見到好多唔同嘅人嘅。係啊，會見到好多唔同嘅人嘅。你要去了解佢哋。係啊，我要了解佢哋。呢個係你嘅工作。係，係呢個我嘅工作啊。你好中意你嘅工作？當然啦。咁你會去邊度？邊度多人就去邊度，再講啦嚇。大哥，點啊？可唔可以帶埋我一齊去？而家？係，而家。對唔住阿花，今晚個月光好唔同，好大，可以見到好多陰影。你放喺度俾我嘅，你以前啲稿。你話你想睇翻你 miss 咗嗰啲，仲有首詩，我今日寫。我的夢，是我的夢的出口。在夢中我認出了你，一雙困惑的破鞋，走了很長很長的路。阿希，我可唔可以握喺你膊頭度一陣？可以。
你的睡眠，是你的睡眠的足跡。醒著，我們醒著，在午睡的沙漠中，走入地下一個閃光的水池。在午睡的沙漠中，走入地下一個閃光的水池。寫得好好啊，花。Nostalgia。莫心莫忘。呢幾日，我睇翻我以前寫過嘅嘢，記翻起好多年前我第一次去歐洲流浪嗰陣。是一个朝头早，我坐了架长途巴士去了一个城市，它天刚刚开始光，四周围都很大雾，整个城市白蒙蒙一片，好靓。可能我太兴奋，我落车的时候忘记了拎行李，一个人兩手空空，企喺霧裏面，呼吸住冰冷嘅空氣，我好開心咁大叫歡呼，喺薄霧裏面走啊走。嗰幾分鐘就好似喺我生命裏面完全割裂出嚟嘅幾分鐘。是一種真正的自由。那時我很年輕，眼前有無限的可能性。花，你應該繼續寫嘢。我呢幾日都係咁諗。我停止寫作，是因為我失去了繼續寫的動力。我以前一直以為寫作是一種燦爛，一種青春的光彩。結果我將我的光彩很快速地用完了，然後變得疲倦、暗啞、微笑。我不知道自己還可以寫到什麼。我們的年月尚未逝去，可能是一天的正午，在午後的陽光裡前行，夢醒，前行。我會的，我會繼續寫的。我輸尾是因為你一直都要贏啊！係啊，我係要贏，不過你都是一個輸唔起嘅廢柴，一個淨係識得發清醒夢嘅廢柴。大哥，我哋繼續寫埋個劇本，可能我寫唔到。點會啊？你發嗰啲清醒夢咁犀利係嘛？我繼續寫啊！你咪話要帶我去見一個更加真實嘅徐燕香啊！嚟，嚟我哋去帶我去見嚇，嚟啊！真實嘅徐燕香喺邊啊？徐燕香。你不知道徐燕香在哪裡嗎？我知道。大哥，等我帶你去見一個更加真實的徐燕香。徐燕香臨死之前呢，就是很喜歡穿著一套舊衣服，一套白色的长衫，用白布扎住一个包袱，挽在手上，坐在外面石级。我有问过徐燕香的，徐燕香啊，为什么你不回去啊？
佢嗰陣時有啲語無倫次，一時又話呢度係啲咩慰安婦中心，唔入得去。一時咧，就話要等你搞完革命翻嚟。我起初冇懷疑，我以為聚燕香咧只係發下小朋友脾氣，喺出邊坐一陣就會入翻嚟。嗰陣時我好忙，有時候幾日都唔會翻嚟一次。到徐燕香死咗之後咧，我成日問我自己，一個冇辦法動彈嘅軀殼，點可以透過想像？向外部世界作出反抗，我要復仇，我要向我自己復仇。你唔會明白。为什么